Sim.再说好吗？我现在就想知道，我们认识一下吧。我是他的女朋友，蔡丽丽。你怎么称呼啊？丽丽，对不起，既然你都看到了，那我就要告诉你，我爱她。你这么说，你做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她？ 两百多粒蓝色的摇头丸哪来的？买的，从哪儿买的？是从赵大龙手里买的，好像今年6、7月份。别好像，到底什么时候？7月。几号？地点？几号？我记不清了。地点是火凤凰迪厅。刘为民。 今年的4月26号你在哪儿？4月26号。对。啊，在你们派出所。什么事儿？哪个派出所？西大派出所。他们说我打人了。想起什么再跟我们汇报。还是那句话，跟警方配合，就是给你自己减刑，明白吗？你别听他胡说八道。 我一直拿他当妹妹的，我承认他对我有点那什么，但我对他绝对没有那什么，你知道吧？去南方，去一个任何人都不认识我们的地方。好啊。我说的是真的，没有开玩笑。真的？太突然了，真没想到这幸福会来得这么快。 你喜欢哪里？咱们就去哪里。哎，去旅行啊，还是安家呀？当然是安家了。我说呢，这两天我做梦老梦见鱼呢。哎，我从小到大一梦见鱼准有好事儿。哎，咱为什么要离开北陵呢？北陵不挺好的吗？说话呀。 我不喜欢北陵，也不喜欢长平。
这里有我太多不好的回忆了，我想离开他们。我让你为难了。不，不是为难，我主要想到了我的爸爸妈妈，他们就我这一个儿子了。是我太冲动了，我的要求有些唐突。不是唐突。 是突然，你知道吗？你是不是很失望啊？我理解你。理解我？你怎么什么都理解我？有时候你宽容的像个老太太。如果你经历了很多不如意，你也就知道理解了。我需要一点时间。 我得想想辙。不论你怎么决定的，我都接受。但是千万不要为我委屈你自己，不要让我内疚一辈子。我保证，我会让你快快乐乐的过每一天。 下雨，你就打个车呗。哪儿多哪儿少啊？这买药的钱就够跑半个长津城的了。我没带那么多钱。来吧，先喝点姜汤，发发汗。没有烫是吧？别瞎忙了，回去歇着吧。 家里出事儿了？没呀，都挺好。你看你这表情，这还叫宝宝看见了，以为我欺负他妈呢。你也真是的，下雨就在家多住几天吧，干嘛那么急着回来呀？我和我妈还能说你什么呀？大牛都丢了，还在乎那根缰绳。 对不起，大姐。算了算了，那事儿就不提了啊。我也想开了，你说谁结婚不花点钱呀？你吧，又什么都不要，什么都不买，心里有点小算计也是应该的。女人嘛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能跟你在一起啊，我就高兴。哎，跟你爸爸妈妈说咱们结婚的日子了。 是吗？都来，都来。这就好。不过你放心啊，我这个人是心里再有不高兴的事儿，我绝不挂在脸上。这两天啊，我准备把这个屋还有那屋啊都归置归置，完了那个开了的地方都给它粘上，咱们那厨房也刷刷浆。别刷了，脚跟好。没事儿，得刷，刷了。 才图个喜庆，有个结婚的样子呢。哎，好了好了，来来来，再喝点，再喝点。哎，这个话啊，吃口，吃口，吃口，来乖，乖嘛，吃口，来。
吃烤嘛，你不是哥吃了啊？哎，吃烤，吃烤，吃烤。对了，他要不吃你就吃呗。这时候学会了礼貌了啊？你比他大，你比他长得高，当然你应该多吃了。大庆，干嘛呀？你过来。我是缝鞋呢。来，哥哥，过来。干嘛呀？下雨回来您就冻着了吗？都发汗着呢，有点虚。大哥，孩子吃根火腿肠，坐一会儿耍一会儿的，你甭管，要管你管点大事。哪个过日子哪有什么大事儿？昨天小徐回娘家了。嗯。昨天早上他跟我借3000块钱，也是给他们家的。嗯，那开始我也不想给，后来我一想，谁不是爹妈养的呀，是吧？给也应该的。再说，您也在咱们家没少干，能找个伙计不还得给人发工资呢吗？我倒不是心疼钱，他要真给他妈呀，3万我也舍得。叫什么？没得说，天经地义。您的意思，他没给他妈，没给他妈给谁呀？给保姆买东西，没见着影儿啊。自己留俩私房钱，您没看他找我要钱的样子，那俩私房钱他也犯不上啊。你拿准儿，他真是给他们家了。拿得准。那也放心吧，他是孙悟空啊，我就是如来佛，你就别操这份心了。你该给他挣了，对吧？带你出发。不接不行。他什么意思啊？我非他不娶。烤吗？摇摇摇摇摇，好，好呀！来，再吃一口。嗯，找什么呢？没找什么。你不是坐车回家的吗？我想看看那车票，都说那票钱涨价了，我想看看到底多少钱。以后咱们俩一块儿去你们家的时候，昨天下车的时候我随手扔了，你留着票也没人给你报销啊。扔吧，扔了。我妈那。饭做好了，你去吃吧。啊，起来。大庆，没骗我吧？现在不方便。
盯了多长时间了？这小子现在天天在这儿，也不知道他怎么那么闲。你觉得他能发现什么吗？说不准。下月初八，也就一个月了，得赶紧干出来，还得刷油呢。这人呐，一上岁数，这体力就有点下降。这刚干多会儿，直冒虚汗。要不咱们请别人干？请别人干得花多少钱呀？再说咱们是什么出身呀？请别人干那不就忘本了吗？你快进去吧，待会儿弄你一身爆花。这份材料一定要重新打印一下，有几个错别字要校正过来。好，马上来。小李，怎么样？抓紧抓紧。哟，冬天儿，你可回来了。嗯，看见没有？这可都是你的。哎，你就欺负老实人吧，你就。我说你别没良心啊啊！你整天东跑西颠的，抓不着你人影。我要不是替你搂着点儿。上面早跟你分了，那谢谢了啊。哎，还有个事儿，刚才有个女的来找你，说是叫葛红。葛红？是。什么事儿？肖老师，我知道你很忙，打扰你了啊。不用绕弯子了，什么事儿直接说吧。上次你去我公司给我讲过一个故事，其实故事里的那两个人我也知道，而且我还知道他们另外一些事情，我想你可能有兴趣听一听吧。的确，陆小莲跟萧平的关系很好，应该说非常好，他们从小就在一起生活。陆小莲经常会有一种错觉，她把萧平的家人当成了自己的亲人，所以在她要回乡奔丧的时候，萧平想跟她走，她坚决不同意，因为她深知在外面做事情的辛苦、艰难，还有不容易。可是她一再的请求陆小莲带她走，他告诉陆小莲说，他再也不想在那个地方生活下去了。就这样，陆小莲同意带他走了。到了云南以后，陆小莲给了他10万块钱，让他去做服装生意。很不幸运，他做赔了。可能是因为太着急了吧。他背着陆小莲去找了陆小莲的丈夫，就这样，他进了一个不该进的圈子。你也知道，云南那个地方人很多，很乱很杂，在一些熟人的欺骗和勾引之下，他沾上了毒。当陆小莲知道这个事情以后，想去劝阻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。萧平死的时候，陆小莲很难过。确实，她曾经给萧平的父母寄过20万块钱，因为她怎么也无法忘记儿时的那份感情。她想替萧平去尽一份孝道。你说这些什么意思？想让我放弃对你的怀疑和调查？嗯，陆小莲。
我是葛红。你以为我看你看罗小莲不顺眼，仅仅是因为我姐吗？我就是想问问，这个陆小莲现在的这份产业，是建立在多少人、多少家庭的痛苦之上？怎么说呢？以陆小莲个人的能力来说，她不可能有那么多钱。一个意外的机会吧，她的丈夫死了，她得到了一笔巨款。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她从来没有拿这笔钱去做任何一桩不该做的买卖。她只是想过一种新的生活。所以她不但害怕警察，还担心她的同伙找到她，因此她就整容了。我觉得这个不重要，重要的还是他想过一种新生活吧。你觉得你今天跟我说这么多有用吗？我觉得你我都是有情义的人，也都是理智的人。正因我是理智的人，所以我认准的事儿，我一定要问到底。摇头丸是从谁手里买的？我根本不明白你们说什么。什么摇头丸？啊，那个梁什么说我贩毒，我就贩毒了。他要是说我杀人，那你还得把我当成杀人犯了。你们这是非法拘押。我现在就怀疑你杀人。4月26号你在哪儿？4月26号。喝酒，喝酒，我喝了一天一宿的酒。和谁？哎，小弟，小弟，你看见我那个脚屎了吗？你那天擦木的时候不是放在窗台上了吗？啊。看我这记性。你这干什么呢？我整理整理衣服。把内衣和外衣都分开了，哼，挺勤快啊。哎，对了，一会儿啊，我把乐乐那些衣服都拿来，都一块儿给整理整理啊。拿来吧，只不过我整理好了，你就得记得在哪儿，洗好了以后再放回原处。我记得干嘛呀？你那脑袋不跟电脑似的吗？你还用我记？真是。嚼舌头吗？我真的没犯毒，怎么我说什么你们都不信呢？你看看这个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啊？这个是在你家地板下面找的。赵大龙，你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配合我们调查，要不然你就死路一条。听见没？是。说。这批便宜的摇头丸从哪儿来的？是一个小姐，哦，不是买的，是捡的。什么又买又捡的？到底怎么回事？她叫什么名字？她叫张慧。她长什么样？个儿挺高的，长得挺好看的，大眼睛，也不大，那眉毛细长细长的，
好像有点弯，啊不，也不太弯，反正就跟一般人一样。到底什么样？具体点儿。好，哎，我马上过去啊。去趟刑警队啊！拜拜。下步该你了，画吧。哎，还挺漂亮。我去趟厕所。哎，你倒不事儿多呢。哎，你快点。不对吧？像吗？有像的地方，不全像。这么长时间了，我也记不那么清。哪儿不像？说。两眼的距离离得比较近，啊，还有这鼻子，鼻梁比这高。没这么厚，啊，比那个卡片上多少厚点。这更不像了。那你到底要怎么样？我是说多少厚点。
这回呢？见了面，你能认出来吗？那是。哎，今天怎么了？状态不好吗？他一会儿这一会儿那的，我怎么办啊？我就这水平了。哟，还挺冲的啊！没有专家的水平，先有专家的脾气啊。不累，哎，小西，你看怎么样？哎，平吧，地道吧。我这使的呀是猪皮表，结实极了，这玩意儿百八十年都不变形的，挺好的。哎，昨天乐乐跟我说夜市上卖的羊肉串挺好吃的，咱们也带他去吃一次呗。嘿，这小子知道跟你捣鼓事儿了啊。夜市上的羊肉串不卫生，不吃。他同学都吃过，也没听说有哪个拉肚子啊。再说，一都说起来什么滋味，乐乐总是插不上嘴，他不好意思。那你带他们去吧，我就不去了。多一个人，多花一份钱。再说也不能光吃那玩意儿。一起去吧，还有大妈。我不去。虽然是露天，也算是下馆子。这是咱们一家四口第一次出来，有意思哈。
土壤那么大，就两回，这两回是吃狗肉。两回还少啊？你爸爸从小长到现在了，自己花钱吃馆子有几回啊？小小的年纪讲吃讲喝了。乐乐，好吃吗？好吃。哎，爸，咱以后一个月来一次行吧？一年才十二次啊。有点过分了吧？哎，你不去行啊？我找我李乙行吧？行。行什么行啊？郭小乐，哎，别打别打别打！好不容易下顿馆子，又要挨你打。我告诉你啊，你现在嘴啊是有点越来越贫了。你要再这么贫啊，我要给你嘴上涂一块大力胶，捅一眼扎一管，天天让你喝流食。那好啊，我不成航天员了？行行行，带着你了，快吃。小七，你倒是吃啊，你别老看着呀。你儿子都能吃辣的了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么小就能吃辣的，那长大了脾气一定爆，到时候咱俩可对付不了。乐乐，你少吃点。啊。看仔细了吗？真的没有？绝对没有。来，我给你弄下来。哎，走。哎呦！啊！哎，干嘛呀你？甩什么蛋？这样甩？不是，你真使完了吗？看看，那您干嘛着急啊？叫我们看看看，多着急、啊。这个修正带啊，这个修改液啊。你说哪个好？天热了，非说这个好，我觉得这个好，你觉得哪个好？都可以。不是都可以，你说哪个更好？他们俩一个价儿。你看，这个，这个啊，这个，看，啊，多少钱？这个三块，能便宜点吗？三块钱，小本经营。